刚才说的是驱逐舰，再来看护卫舰。护卫舰呢，在现代海军的编队当中，是在吨位上和火力上仅次于驱逐舰的水面作战舰只。而参加这一次中俄海上联合军演的中国海军的益阳号和洛阳号，就都属于导弹护卫舰。一起来了解一下。益阳号导弹护卫舰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现代化舰艇，2006年由广州黄埔厂建造，2009年11月17号下水，2009年4月3号，海军司令部正式批准以益阳舰命名，2010年10月正式归舰入列。益阳号导弹护卫舰舰长135米，宽16米，高35米，满载排水量4100吨，吃水6米，最大抗风力12级，最大续航力4000海里。该舰主要装载有主炮系统、副炮系统、航空导弹系统、舰舰导弹系统，以及作战指挥系统、编队指挥系统和直升机起降平台。洛阳号导弹护卫舰2005年下水，舰长115米，宽14米，吃水4米，满载排水量2250吨，航速28节。洛阳舰曾圆满完成奥运安保任务，参加多国海军活动，并出访韩国、俄罗斯、朝鲜等国家。